是这样。星辰，你上课都吃什么？妹妹，老师祝你生日快乐！我太感动了。来，孩子们，我们合张影。还是下一个茄子。我们演这出就是要看谁违规带手机来学校。李佳佳已经请来了。没出息，中午混着吃饭，给我罚站。我这有辣条可乐，看你可怜，便宜卖给你。嘿嘿嘿，抓住你了！我们演这一出戏，其实就是要假装在学校偷偷贩卖零食的罪魁祸首。其实莫少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对不起，其实我家破产了，爸爸妈妈每天去捡垃圾还债，我卖零食就是为了补贴家用。为师错怪你了，同学们，我们一起为王大林家捐点东西吧。好啊，我今天留了操场的手表原来被你小子捡到了，不枉费大家演这一出戏。师姐，你干嘛？别吓我们呀。这小子身体虚得很，学期没上过体育了，如果被校长知道可就完了。那怎么办？你去买点能量饮料，我带他们去上体育课，保证给你训练的活蹦乱跳的。好。